欢迎收看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小翔。11月30日讯，今日火箭 Celtics Brown 接受媒体采访，谈到了管理层、教练团的人员变化，以及火箭球员詹姆斯哈登和拉塞尔威斯布鲁克寻求交易等话题。我们管理层和教练团的人员构成都发生了变化，现在已经跟之前不一样了，但是是往好的方面发展了。Ted Brown 在采访中表示， Raphael Stone 的远见可以继续带领我们，斯蒂芬·塞拉斯的执教能力也能让球队发生不一样的变化，我期望能看到他们可以在球队和这个联盟发挥所长，并带领火箭更上一层楼。在谈到哈登和威斯布鲁克寻求交易的话题时， Ted Brown 说道，我认为我们已经做出了很多改变，以至于能让我们继续在西部竞争。我们需要继续变好。我们得到了克里斯蒂安·伍德，他能让主教练斯蒂芬·塞拉斯的排兵布阵更具灵活性，也能给哈登和威斯布鲁克创造更多的空间。我们会努力提升我们的方方面面，以至于能让我们成为一支总冠军球队。这是包括蒂尔曼、费尔蒂在内的所有火箭人共同的目标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。